这半年以来，你也开启了另一个梦想职业 ，YouTub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Y。今天呢，看到我穿那么居家就知道，就是防疫在家里啊。那防疫在家里，如果肚子饿想要出去吃东西，可是一个人没有饭怎么办呢？上网订外送。我现在先选一个，加一只牛肉。王品燕现在拿到了，有味道了。应该不会失败吧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开一个那个频道 ，DIY 普龙宫厨房。从题材的发想、拍摄，甚至到后置剪接，都是同一个人包办。他还有。啊，哎，不要钱，不要高干啊，怎么跑啊？没什么难的，那你赶快，快和董事长预约好。近年来，台湾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群专门外送食物的机车族，里面也是穿梭其中的一名。从事这份工作将近一年。都没吧，很幸运是吧？可能今天因为天气太好，所以大家都出来买东西，就比较不会那么热。如果下雨天或者是超冷、超热的话，感觉。外送食物一单至少有30元的基本会费，跑得勤的人一天可赚2000元以上。只是竞争很激烈，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，等待是最普通的日常。要等了1个小时，然后我就很想回家，我就回家了，因为等下去也是没有饭，有饭来的。上面还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，年纪有差，然后环境有差，习惯有差。那时候来说，这里超多蟑螂哦，蚂蚁、蟑螂。就不要欺负妈咪哈。爬到现在我应该几乎每天都做，一天要做2-3次，然后我就觉得太恐怖了。他很喜欢，比如说袜子脱衣，一针一把这样脱，我就没办法。我说为什么你要在一针一把上面骗？然后都是用手机剪，可是人家说。看不出来，差不多几件。以前我用 i 八更小，不过我觉得手机它的那个蛮好，耗损蛮大，很快应该一下就坏了。有时候剪到这种蛮怀疑的。为了早日达到百万订阅的梦想，毕业规定自己要完成每周上片2支的目标。他连外送的空档都在做剪接，善用时间。以前我没有开始用影片的时候，我都会